疫情，现在还是在升温的。我们呐、总是全球人类都要节省钱财，所以我说教育大哉教育，真正的守护在第一线，那就是医疗系统。人一旦感染到了医疗系统呢，它就是要守护，严定啊，严正守护，都亲像做一道墙来修好。所以我一直都跟医疗系统说，不管哪一个医疗是否实际医疗体系，是所有的医疗系统，大医王啊，医生呢，这个时阵真正的要提升升高了，佛心是大慈悲心，他要保护人民，如何防患，如何防疫，要怎么预防，病患一来的时候，每一个医院啊，管理院长、副院长啦、那护理，所有护理长，还有我们的护理同仁、医师们，这都是呢，要一组组的，一个个地方，都是呢，要提高警觉，很谨慎，全省。因为医生平安，才有法度看病人；护士平安呐，才有法度呢来护理病人。这都是他们现在很辛苦，要保护自己，还要保护病患。这种病毒。不是，不管你讲哦，你是医生，还是一般的人，还是病人，他呢，一旦呐、有漏洞，他就钻进去。所以呢，要通神，很密的把它防护好。所以这都是呢，医护的辛苦啊。很近的面对的病患，那请请我耳鼻喉科、眼科，这要更近，因为呢，来嘴巴张开，还要更开，它就是要很接近，不管耳鼻喉、口腔，或者是眼科。耳科等等，这都是呢，无距离，还很贴近，所以说来，真正是爱很提高防疫的，要保护家己，所以医师都是一样，总是呢，我很敬爱他们。他们真正的不顾生命，守自奉道。现在这一条道路啦，他们呢要守得好，路要平，如何呢让人平平安安的走过这一段时间。平平安安的走过了这样的空间，因为呢，
这个大空间呐、啊，是人人、你我、大地之上、那天地之下，这么大的空间呐、啊，只要有人类的地方，都需要呢提高警觉的防护。一旦呐、啊、有了确诊，非医护不可。所以呢，医护啦、啊。或者是技术人员等等，反正在医疗里，他一定要面对普天下的大空间，无数的人，所以要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这就是医护的责任。天降祸在人间，那现在的病毒，你哪里读《地藏经》？善用归王，有吗？是啊，善用就是众生共业啦，很自然呐、啊，你看不到、摸不着啦，亲像幽灵压鬼，赶快趁机而入，这。就是众生啦，那作风呢，可以不输，不收失去，都是很紧密。总而言之啦，现在真是大灾教育，要呼吁人人呐、啊，重新把心态呢调试一下。不要贪玩，不要呢贪吃，贪吃这只贪口味。我一直说，这一波的疫情，没什么灵方妙药啦，最好的灵方妙药就是茹素，茹素斋戒。所心灵的戒，要清净内心啊，除掉烦恼，心存好心，多做好事。但是佛陀教导我们，我们人人要去发现自己，人人本具有佛性，与佛同等，要大爱众生，成为一个菩萨。菩萨的名称叫做解有情，这样是要生生世世。所以师父也跟大家人讲，拉长情，这个长情呢，就是菩萨情。爱觉悟啦，爱有依附当顶的心啦，爱有怜悯众生的心啦，要披广啦大爱呢，呵护众生的大爱之心啦。所以讲，有长情啊，扩大爱呀、啊，这叫做好心。奉献受众生生命，这就是人类要学习转换佛心，行菩萨道，修行要觉悟，如佛陀，如佛啦。所以人人本具佛性，看看。要做好事不困难，点滴都可以做。虽然、啊、菩萨所愿缘苦众生，但是呢，人人要先自爱己人，自爱己人呐、啊，咱的爱，把家己顾好，会当顾更加多人。
众生需要我们照顾，我们一定呢要勇敢，但是呢我们要智慧，这叫做彼底祥文。勇敢这是智慧，那对众生的苦难我们要发挥爱心菩萨的情，所以这个彼慈悲的心，同时呢我们要如何预防，这个在智慧，所以要悲智相应，这种事要用心啊。